过年期间曾经是军事遗迹的屏东大鹏湾，凭着丰富的海陆空资源，举办了南台湾首次大型文化联展。现场除了有精彩的遥控飞机特技表演，也有上百件战机、船舰模型，更有地方海洋文化以及传统的造船工艺，又让游客们可以来一趟深度多元的文化之旅。以龙作为船身造型，搭配斗拱式的船舱屋顶，线条分配平均流畅。这是船艺工艺家洪全瑞从历史故事隋炀帝下江南所得到的灵感。其他如早期的渔船、竹筏和东港代表性的竞赛龙舟，也都栩栩如生。就是靠这个一块一块，拄啊像咱咧做建筑贴出完同款，有细的迄个贴做屏幕一样。啊，所以伊每一块哦，拢去凹。像这有凹嘛，有弧度啊，这爱撒撒了后，啊才过凹，所以这解决简单是安尼。这无简单。嘿，烟灰鞋啊，烟灰鞋，社会红红是阮的，亲像日本的烟灰，古锥人人味。这首台语诗歌道出了诗画家吴登居对家乡樱花虾的盛赞。虾干锅，干干啊，烟灰鞋，因为本身伊就足美啦，足水的。啊！你食一个烟花鱼，都嘛足好食。虽然对足感动，所以创造这心。外形朴实简单的捕鱼竹笼与龟壳蓑衣，曾经伴随渔民走过怀旧的岁月。除了海洋文物外，有小提琴家将敬业收藏的遥控飞行战机、特用功能飞机以及航空母舰、潜水艇等各式模型100多件，种类之多，也令人叹为观止。那风景区加一点文化，加一点艺术，加一点音乐，不只是看，还可以看表演，不只是静态，动静皆宜，真的很棒。东港的地方海洋文化、军事模型以及现场的遥控飞机表演，让这场海空文化联展更加多元丰富。新唐人亚太电视李君荣、李金菊，台湾屏东采访报道。